老乔，最像的是大哥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照片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姐，你现在什么感觉啊？你说，要是爹走的时候我们都在，他会跟我们说什么呀？姐。我也说不好，我只是在想，把真够不小心的，这从床上摔下来，就像是一心求死，来个解脱一样。解脱？就是觉得活着反而痛苦，死了放过自己。放过子女，你信什么呀？我刚考上大学那会儿，你给我讲，要带我来这儿吃包子。等了这么多年，都没来带我吃。没事了，今天算是吃了。你们店还送我一块手表，其实我特喜欢，我一直戴着。有时候我特羡慕你，最起码你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。Thank you.